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介绍的是铝板带平面式输送机。那现在后面这些机台都是为了压铸液所制造的。那铝带相较于铁带，它具有柔软特性，那在工件物放上去的时候，比较不会有磨损或者是损坏的情况发生。我们这边会有机械手臂把压铸好的工件物取出，放在铝带上往前取走。那因为取出来的时候担心会有冷却液喷洒到人员，所以我们在后面设置了一个大挡板来确保人员的安全。另外，我们在输送机的中段加装了风扇，来降低工件物的温度。那机台的电控部分，我们设计成间歇的方式，它可以决定要走几秒停几秒。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介绍，若是有相关的需求，都欢迎向我们询问哟。